有三个人来看安迪的护照，现在在病房内底。我摕着头毛。这个电话不将，麻烦你收好，免安全，把物件送出去，知道吗？是的，看起来我来不是时阵。但是不是你想安尼啦？人找到我厝内，阁不是安尼？你是检查看的名声，无想要去了是吗？你，哎，你来哪后白怕人啊？妈，八零会馆的草根牛就是恁妈妈，竟然连我都骗，你真正真失望。这张麦子哦，是为亚母的身躯顶拿落来的。那会跟新疆情侣朋友共名，那会跟亚母有关系？好啊，娘娘啊！你直接好你吃。说完了，你别乱啦！照这个检验报告看起来，安迪副总加入的可能真正是关键哦。到底像这么歹心，下这款毒手？高艾伦，今麦检验报告拢出来啊，是不是都直接去找邱当首都好？卡说在经济上你有困难，我会当跟你斗相共。你今麦是想要饲我，叫我做你的实习生，什么拢卖收卖做，千分人就是咱今麦上好的关系。到底是想想要安迪？回家叫你这管制药品。嘿呦啊，陈小春，你买我白布乱袜哦！管我清楚，你再看你滚！安迪副总吃到的管制药物就是这個、林美妍。啊！这副白的眼睛，你给我下面谈够。